让他偷偷的手。师傅基地，师傅他咬我。什么？假的？你搞咩？刚才是一个意外啊。我会这样圈住你一辈子。不好了，完结。想到现场会这么的尴尬。来三二一，再试过来。现在要走啥呀？几级？红米级？红米级。有点难控制呢。好，早点活。我的大刀已经是可难耐了。现在已经能动了，崩溃边缘。你也抢话了，我还有传。可是我爱去医院，怕他们夏天也没有雪人。咱们就不迎接了啊！哦，厉害！这么厉害，太帅了！